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好荣幸有机会喺呢个世界香港论坛里边咧，同大家交流一下我嘅一点睇法。众所周知，3月23号喺香港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咧，刊宪生效啦。记得喺1991年嘅12月。當時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後，美國著名的學者福山曾經有一個論斷，就叫做歷史的終結。當然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他的結論無疑是太過早了，也都過於武斷了。同樣在現在香港23條立法裡面生效之後，亦都好多人斷言啊，香港嘅一國兩制咧，亦都係歷史嘅終結。咁我覺得實踐是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所以咧，雖然係呢個喺香港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但實際上實踐是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就係要睇佢喺今後嘅實踐過程當中，佢嘅執行情況係點。它的案例是怎樣樣，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因為畢竟來說，我們所期盼的是說，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維護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維護這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之間去取得平衡。眾所周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地位呢，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好，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好呢，是起了一種這個共幹支點的作用的。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它的最主要的基石呢，就是自由和法治。因此在香港23條立法之後，能不能夠對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自由和法治能夠起到一種鞏固的作用，抑或削弱的作用呢？這個就是非常之關鍵。大家知道100多年前大英帝國之所以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亦都同當時的倫敦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分唔開。100多年來美國之所以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亦都同紐約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分唔開。而香港有幸長期咧係僅次於紐約同埋倫敦嘅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呢個係中華民族嘅寶貴財產，亦都係香港嘅核心資產。所以我哋只能夠係鞏固佢、發展佢，千祈唔好削弱佢這個打擊佢。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喺今後嗰、那個即係呢個香港啊23條立法之後嘅實踐咧，能夠真正做到落實到習近平所講的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這一樣嘢咧，係維護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今後的嗰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同埋現代化建設過程當中，繼續發揮佢的共幹支點的作用咧，這個係關鍵的一點。如果這個只是強調國家安全而忽略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這個基石，這樣呢香港的一國兩制就會名存實亡，淪為一國一制的大陸的普通城市，這樣對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也好，中華民族的復興也好，是有這個害而無利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那就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曾經講過，中國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一國兩制何嘗不是如此呢？多謝各位。